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？做什么精当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很谢谢妙方，给这么大方，还让我们能够好请这新兵。好，那我们面对的这个天空的方向哈，就是提供了哈，我们要请天空保佑。哦，那我们的导演张安林导演以及两位监制陈慧琳监制以及吴明宪监制，那今天有我们的这个钟欣凌、许杰辉还有 Darren 哦，一起来到我们的台北嘉义城隍庙，就是希望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，一定要那个电影大卖啦哦，那我们就一拜，好。帮我试一下声音好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声音可以吗？分享一下刚刚说有特别的缘分，因为啊，我就是一直从小就都没有人对胖胖的人有兴趣，然后我都那隔那个空中大概七八年，我想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那所以那时候就是霞海城隍庙一直就是很有名这样子，然后包括我们以前爸爸会带我们来这里吃东西啊，妈妈从哪家嘎嘣，所以我就知道这里很厉害，所以那时候就我记得好像是过年的时候初十五之前好像要带。就是这个要上网查，那是我其实太早以前，因为你毕竟也是二三十年前的事，好像要戴玫瑰花，然后在这里红线不知道顺时针绕几圈，然后最后要把它放在床下面，对，然后在这里就是要来这里吃他们的喜糖，因为都会有人怀孕来这里喜糖喜饼一定要吃，然后这里还有现在防疫期间不知道有没有，他们其实是有那种桂圆甜茶一定要喝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你要跟那个他们这里有个仪式，就是你要跟城隍爷、城隍夫人先说一声，然后跟月老求红线等等之类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那个目标达成，你要记得来怀孕。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结婚的喜饼有拿到这里来请大家吃，喜糖也有，然后包括我小孩子生了之后的那个小孩子的饼也有拿来这里，就是谢谢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，哎，你那时候怎么会想说要来跟我认识？我老公说，那时候就觉得头特别痛，应该是有一些神明在做法这样子。那时候是跟月老开什么条件？没有，就是男的就好。没有啦，就是希望可以找到就是很好的另外一半，因为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有个伴，然后可以一起对生活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就居然就出现了，就很神奇，这个很神奇。所以每次我们来到这附近，我都还是会来这里拜拜，然后包括因为今天人比较多，不然的话我们都会拿那个庙的，因为有烟嘛，就是从头到尾先就是自己静一下身体，突然觉得哇神清气爽这样子，对。有许什么愿吗？刚刚当然就是希望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，对，可以票房大卖。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多人，我们真的得到很多人的疼爱，然后包括其实天时地利人和，让我们其实可以在现在疫情后疫情的时代可以跟大家见面。那希望真的观众可以进戏院来看，然后感受到我们满满的诚意，然后欢笑跟感动，然后开开心心，从一年的一刚开始就笑笑的，然后欢笑一整年这样。然后希望大家带着家人一起，然后阿公阿嬷、婆婆、打给打瓜全部都带来，全家人一起来这里，就是除了回家之外，带他们来电影院看看电影，这样。因为上礼拜就上映了嘛，所以有得到一些亲友或是粉丝的回馈的反馈，听到什么？也有人说二刷、三刷，带家人去看。我们上次有遇到一个二刷的，对对对不对？然后有很多我们看到很感动的都是女儿啦，或者是。媳妇带着婆婆带着妈妈来看的，我们在戏院里面遇到好多，那个感觉很温暖。嗯，就是我们虽然一天到晚呼吁说哦，就是小孩要带妈妈来啊，带爸爸来什么，可是我们那天真的看到女儿带着很老的妈妈来，我们那个真的哦很感人。还有带阿嬷来的，就是对，也有带阿嬷，对，就是觉得嗯，对对。然后我觉得很可爱，就像包括那些长辈，他们也说，其实很久，像你们这种老人，应该很久没看电影。就是因为真的有很多就是家长的长辈，他们说很久没有进电影院了。那我觉得很开心，就是可以有一个电影让他们走出来，然后全家笑一笑，然后一起来看电影。我觉得那个真的看到他们带进来，其实还是蛮动人的。对，刚刚还亲自颁着那个城隍爷、城隍夫人还有月老。对，辉哥就说我们是不是要跪下来呀、啊？只有你们有，因为前面几次都没有看到。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刚刚也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真的很谢谢妙方，给这么大方，还让我们能够好请这新兵啊！而且刚刚在接的那一刹那，突然觉得说，有身体有一顿暖，有洗干净，没有没有进去，有没有洗干净手，有没有消毒，有没有净身？至少没有做坏事。辉哥那是你的暗装吗？因为你除了是火疗一哥，你也是城隍庙一哥嘛。
对对对对 对, 对、嗯，因为我是那个附近太平国小毕业的，所以这边很多店家都是我的学长姐啊、学弟妹开的。哦、刚刚这里的那个执行男士还进我们饮料，就是他的学妹。结果昨天消息一发布，每个人都说：“哎，如果你们又要上厕所的话，我们的店家都可以提供给你们上厕所。”厕所优惠。对对 对, 对。他说：“我已经跟这边店家打好招呼，你们想上厕所就上厕所。”我觉得真的很方便，因为老人家真的很爱上厕所，像我们这个，我们只要一上游览车就觉得哦。好想上厕所，对，很感谢他们。对，那辉哥有什么在地的那个私房口袋的店家可以推荐？哦，很多呢。我们等一下一，你们跟着我们走，一家一家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到了。真的，这里很多好吃，下面鸡米粉呐、米苔饭呐、油饭呐，然后油饭还有鸡腿，然后最近包括年轻人很夯的什么日式料理啊等等之类，然后贵这些都有。旁边有个臭豆腐也很好，臭豆腐也很好吃。凉茶什么之类的都很厉害，对。对。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都会来这里逛那个年货大街，就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仪式感，就觉得就是过年了这样子。那上映了之后，票房就是现在已经节节高，那破5000万好像不是难事。心灵姐的那个金装有准备好了吗？哦、其实在定制当中，哎、哦，还要布料要比较多。托你的镜头，这里就布色，我们就去剪一下金色的布好了。希望可以赶快达成，我们就真的还蛮希望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。对，我们很希望，虽然穿上会有点害羞，但我真的很想看慧玲姐啊，然后 Dennis 啊，然后导演啊，穿很紧的十八铜人应该蛮好笑的。我觉得演员穿不好笑，我觉得监制导演穿才好笑。大家都穿好不好？导演，我们拼了。那这时候大家放年假，你们最后要继续催票，跟粉丝们催票一下。嗯，一哥。哎、欸，这过年期间哦，我知影大家即马拢可能咧办年货啦，或者家里大扫除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先把家里照顾好，好、哦、啊，等大年初一、初二大家放假的时候，全家一起来看这部最好看的贺岁片，嗯，叫做《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》。好像没有默契耶，超级没有默契，我刚刚没有默契吗？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的婆婆怎么把圈圈搞丢了？